哇，这个好好看啊！这个好看。哎，你们要不要给梦甜写一下？选这个。为什么？好看。你好看在哪？因为在我心目中，蕾丝还有这种纱就会感觉特别圣洁跟天使一样。我也觉得这个好看。这个很美，这个就特别像那个司仪，就是会半娘可以穿这个，但是最终你选的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她结婚也不忘自个儿的工作，这个人非常的。我又可以主持，我又可以是新娘本人。 等会儿，海涛，那我爸不让我过来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是，如果我仙女两个字旁边照片就应该是写此刻这样，好美，美梦成真了。美梦成真了，我梦成真了。其实我从19年开始就筹办我的婚礼了，然后那会儿就是说想要办一场很漂亮的婚礼，在草地上，有蓝天白云什么的，反正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城堡。但后来就因为疫情，所以就延误，然后就到现在。但是你是要一直坚持这个梦想啊，实现对？不，我现在改了，因为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你。 可能就不需要那样的童话世界了。别，如果你以为你不需要，但是你最终结完之后，一定得完成。你心里还是在想，如果我去那儿该多好，是吗？对，我最后初始愿望永远是最美好的。